我真的超努力想达到你的样子，我真的超努力想找到一个方式，我不得穿武力有27的样子，要待在现实里别当真活在电视剧，拜托怪我再承受点吧，我真的拜托太多，也许我真的又差的太多吧，按照你的说法，可是对我来说针锋相对，我们怎么会争执？因为目之相违，说起来真可悲。我们怎么会越依赖，就觉得对方变得越来越奇怪？